事，一个完全公益免费的佛教卫星频道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曾经为我们的父母，每一个生命都是我们的责任。是单独存在的，每一个生命都跟我们息息相关，所以一切众生的快乐才是我们生命活着的目的。但生命的意义，就是要让一切众生离开痛苦，让一切生命得到快乐。修法护法，就是为了要帮助众生。咱作为佛陀的心主，每当总是刻着目睭，关门自修。作为一名菩萨，咱来随时觉察关心众生的苦难和需要，爱为一切众生的安乐而努力，临时只为个人的利益而耗费时间。佛陀的心主学习佛陀的生命，就是爱不断努力，让我们的菩萨生命不断精进。
只要还有任何生命正在遭受痛苦，咱就要持续努力奉献身心，帮助一切生命离苦得乐，如此才是一名菩萨勇士。要作为佛陀的心主，就要知影善巧方便，学习甲无共背景、各类根基的众生沟通，循循善诱。就如同观世音菩萨的随类化现，应以何心得道者，即是何心离为所法。修学观音法门，就是爱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为动机，善巧为方便，无所求为根本。众生的世界，以种种无同款的形象帮助众生，引导众生同定彼岸，离苦得乐。众生就是感悟，感悟一切众生甲我平等。感悟就是空性平等的意思，了解自己和一切生命该有离苦得乐的基本欲求，并且亲信亲知一切生命该具有光明的佛性。
奉献就是基于如此的理念，因此称为大觉悟。佛陀的心主的生命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爱离开痛苦，得到快乐。因为生命的本质是苦，所以为了会当离苦得乐，唯有依循佛陀的教法，开发咱内在的觉性、佛性，才会当真正解决生命的问题。释天菩萨曾经讲过，只要虚空存在，众生存在，我将常住世间，一直到世间空尽；只要众生的痛苦存在，我将永远无离开苦乐众生。所以咱爱有爱杀众生的广大胸怀，更爱心系净土，互咱的心甲佛陀合为一体，互咱充满力量，用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佛典中曾经讲过，当一个人只是单单思维众生的苦，不忍众生的苦，甚至只是升起欲救拔众生离苦得乐的心念，初人的福德将远远超过欲界天地人的所有福德。
所以这边咱只是先起一份救度众生的关心，在业的付诸实行，但其福德也已经甲梵天顶济啊。真心希望离苦得乐的人，袂当做出违背道德甲良善的行为，更袂当伤害一切众生。善恶的取舍，甲道德良知的持守，才是咱生命的主宰。一个知影谨言慎行的人，才有可能拥抱幸福美满的人生。并不是为了金钱、感情或者是事业，是为了奉献、服务、利济友情。生命的意义是为了要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最终并引导因成就佛果。轮回就像纯正流，离菩萨就是永命的证书。咱所谓取得的胜利，那只是为战胜自己的烦恼而已。菩萨的真正胜利，是要将一切众生对轮回的痛苦之中解脱出来，断了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才是菩萨胜利的荣耀。
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住在旧公寓三楼的陈奶奶，每天都在阳台边与邻居们打招呼，因为爬楼梯已成为她出门的障碍。社宅包租代管4.0，以屋换屋，可跨县市服务，让长者生活更便利。阿妈，你大概有关系吗？我都喜欢玩这个东西。包租代管333，方便行，安心住。幼儿专责医师陪伴宝宝走过0到3岁黄金发展期，提供连续性、全方位的整合性初级照护。治宝宝看医生，也让医生能更充分看看宝宝。每次见面都让宝宝的健康成长更进一步。11月1日起，宝宝出生即纳入幼儿专责医师制度照顾，医生神队友，一生好帮手。法轮寺。三转法轮于大千，其轮本来常清净。法轮寺是四国88圣地中的第9座寺庙，位于多城町，因周围都是田野而被称为田中的法轮寺。相传弘仁6年，弘法大师空海巡礼此地时，发现了一条白蛇，蛇在佛教世界观里属于护法神的地位，如天龙八部中的两将龙众、摩猴罗伽，即是蛇身形象。大师于是就亲手雕刻了一尊75公分大小的佛陀涅槃像，卧佛的塑像头朝北，脸朝西，这是因为相传释迦摩尼在梭罗双树下头部朝北而卧入涅槃。人王门为2层高的木造结构，愤怒威严彩绘的人王立像供奉在大门的2个立柱内，有着保护寺院防止蒲扇者进入的意味。木造2楼上供奉着一口钟，穿过钟楼大门，左边就会看到守水社，4根木柱的凉亭造型中，用龙吐水的雕像做装饰，从龙口中泌出清澈的水串，伴着清浅的滴水声，流入方形水盘中，寺院的氛围显得更加沉淀放松。一路闲庭信步，穿过庭园，能见到七福神的雕塑。七福神在日本信仰中是能带来福运财富的守护神。从钟楼门到大雄宝殿的距离并不远，法轮寺是一座紧凑的寺庙，台阶不多，地势平坦，参道与正殿建筑之间有回廊相接。廊道口立着紫安地藏，其后有口声韵绵长的大钟。法轮寺是四国圣地中唯一一座以涅槃释迦牟尼佛为主像的寺庙，该佛像在长宗我部元清的战火中奇迹般地幸免于难，被当成秘密佛供奉着。佛坛每隔5年才会在佛诞日公开揭幕，下次预计于2025年进行。本堂正殿中悬挂着一幅古画，上面刻有1920年5月1日的字样，为了感谢透过四国朝圣治愈了
不治之症所捐赠的。正殿的柱子上刻画着一条鲤鱼正在往上爬瀑布。相传从前，一位不良鱼行者来法轮寺参拜时，双腿突然变得轻快起来，可以不用拐杖行走了。自此以后，法轮寺又以健脚祈愿闻名。殿堂内为数众多的草鞋和拐杖，都是由行动不便的人或步行朝圣的人所奉献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里的健脚玉兽就是草鞋的样式哦。延命地藏像位于正殿和大食堂走廊前，延命地藏有保护出生儿延寿的种种殊胜福德。大食堂悬挂着大正时代的大型许愿牌匾，馆内保存着罕见的弘法大师御法衣。据说大师在高野山奥之院入定时，在仪式中所替换的法衣，在明治十五年由明治天皇赐给法轮寺，目前不对外开放。佛陀透过他自己的原籍宣扬一切事物无常的教义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我们都可以成佛。四果朝圣是一种浇灌佛种子的修行，诸佛菩萨所以成诸佛菩萨，就是能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通过行走遍路的修持，渐渐实践空海大师的愿力。每每想起疲倦的身体，就又会燃烧起前进的力量。同行二人确实有大师的陪伴啊。Oh,